他找到我，想让我用这张照片做一个记事本。今年夏天的时候，这只狗狗瘫痪了。他访遍了所有的狗医生，他们都说他没法站起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一直精心地照顾着它。就在昨天，他跟我说他家狗狗能站起来了，能小范围活动了，真的感谢苍天，真的有奇迹发生。如果可以，大家跟我一起评论个加油，祝小狗早日康复。